马爱哭鬼一定要手上留种子，不然就死了。为什么是个佣兵？逼他回去。哎，可以手电击啊，干嘛不手？打针对喽，让这个人无伤救了。火飞行需要时间呢。这边估计三台都在修了。如果二阶段他火也加速飞了，我就好了。你看，这就很烦，把死你。我还不信，我保个屏呢，我还保不了了，还。
怎么还有人盖了我一板子？那真的宝瓶都没了。被盖了一板子，直接盖没了。感觉像结石。黑妹啊，怎么以为我要闪现啊？这个人，那、我还剩闪现了，谢了。扛刀这个点有点难受啊。我不着急啊，我不着急，我等一个火，我等一个火 CD。把我树拆了。Ugh!
那这边电机压好了呀。不是，咒术师秒倒你们都能把电机压好，真的是狠啊！我等火开了。另外一个人应该在开门，等第一脚。哎，不是，这个调香师干嘛呀？完了，我没刀了，没刀了，难受。差眼的弥补，这张视野低，看不见。黑妹，哎呦，吸错火了。不怕火我的吗？往我脸上跑啊！弹球了呀！不能挂他，下这边走。
真的假的？这你也秒救啊？真是恨死秒救了。不救吗？不救溜了。这么怂的吗？我都没到达脸上来，直接溜了溜了。丢了这火幻象不行了。这火位置真的差。残了呀！又是保平局，感觉怎么都赢不了呀，奇怪了。救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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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救人？
就是一个板子定胜负，他盖中我他就赢了，他盖中我跳地窖，没盖中我就没了，而且还不是前锋，带插眼没法招人了。这小木屋我不去了，每次都有一个人在那给我跑马拉松，不去了。黑妹在修啊，黑妹和佣兵，黑妹在这儿，走位吃吃火。真的快呀，爽爽倒，我不着急，我压迫一下，我再压一个火，哎，哎，真的假的？他就这么快就三层了？这么快的吗？没了呀，三层炸掉了，探了一个火，探了一个火结束了。这打你个锤子，秀得跟狗一样快，我操！这一会儿就没了，电机就没了。
只能打女巫维持生活了。机械师，玩娃娃。我不贪，那机身我不敢贪，贪了我估计我就没了。手持要紧。抓机械！原生跑起来，原生跑起来，原生呢？跑不掉的。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切主体。哎呦，难受！
难受啊！流了流了流了！快点快点快点！搞快点搞快点！这个小伙子不知道一号在这吗？哎呦，你们俩都在啊！那可真是美滋，哎，美滋滋。哎，我发现用女巫真好打哎，打他们好像拿我没办法。我有闪现，我不管怎么打，我都有闪现。哎，那个人，嘎猪，我这还有。哎，他跑了！啊，这就非常难受了，跳地上了。玩你个蛇！要比那个佣兵要好一丢丢。这个女巫移动速度是真的快。我封你的窗，你气不气？动起来呀、啊！完了，原声嗝屁了。不跳窗，难受的一批。被清掉了吗？哇，信徒这么快就被清掉了。原神又不动了。两层啊，
这把节奏是真的差。还敢玩手机，我靠！我并没有看见那家伙倒哪。哎呦，怎么就你现在很难受。这最后一台，这也能让你救到。难受，切错东西了，刚才。
加两台，真的假的？你打不开，美滋滋。跑，谢师美滋玉，两个人跑，他有了。想偷人，这波薪资是看得见我的。前锋啊，两个人调香。小强可以抓一下。哎哎哎，云生被卡住了。这就很难受了呀，这把节奏贼差，一个人都没拿到一刀。哎，人生动起来呀，人生又不动了。
嘛呀？机器人吧，哎呦，这个一号搞什么？他们有的时候不动我就很难受。来一波欧皇展，我女巫没看过欧皇展，给个机会。没见过欧皇展，给个机会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们压好了，我的个妈。大爷慢一点，来这么快干嘛？何必呢？何必呢？我不贪，我把你挂了，我走。哎，女巫真好玩。哎呦，这个蛇掉下来硬直好长啊，硬是要把它下身砸没了。哎，这你敢削？那得锤你了呀。会不会来进来呢？
一号呢？一号呢？动起来呀！哎，人呢？没事没事，还有机会。嗯，这波卡死他。嗯，魔术师不是特别好救。把他娃娃全。啊？我靠，有点尴尬呀。啊，不是，你胆子是真的大。哟，可以，我还有闪现，那人呢？假装闪，真闪。玩手机，把他娃娃打完了，好狠！这个人没治愈，估计是平了。因为那个我没寄生，我搞忘了。你看这娃娃还卡你们呢。搞忘了。万一他没开，万一他没开完，那三号应该自己会过去的。还真没开完啊，绝对开。看他吓得哟！哎，
为什么？哎，早知道我本体不走了，我本体就在那边待着。调完师没开门，跑去摸人了。嗯，那还是平局啊。我早知道本体就在这待着，或者是给佣兵，或者三号去把佣兵那边卡着。我忘记卡了。废墟。铁石，我不想再碰前锋了。Nice。哎，但不过我封我自己。哎，不过我能拿一刀，拿个锤子。遇到了吗？遇到了。我又不打你。四号正好，真的好。哎呦，有点小亏。被驱掉了，然后前锋这边摸好，再救一波。这可不行啊，凤凰被驱，我要提升他了。
哇，难受啊！这个是真的难受。我把主体带到这边去。不行啦，信徒全都没有了。哎呦哎呦，难受！距离不够，我很难受。这开局本来可以拿一刀的，结果把自己信徒给封了。